下面说，武臣等从白马渡河。白马津啊，在今华州白马县界。在今的今啊，是指的唐朝啊。《括地志》，李太的《括地志》，白马故城在华州渭南县西南二十四里。代言之《西征记》曰：“白马故城即韦之漕邑。”在在漕运上啊，至主县。 遂其豪杰，豪杰皆应之，乃兴守兵，得数万人。号武臣为武信君，下诏十余城，欲解成守，乃引兵东北及范阳。下边互助颁治，《汉书的弟弟》的地理志说：范阳县属涿郡。英绍，汉代人，在范水之阳，啊。 因为在泛水之阳，在泛水的北边啊，命名为范阳。范阳快通，遂无信郡。快通啊，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有智谋的人啊。遂武信君曰快通下边啊，快撤即快通。班书毕武帝会汉、啊、武帝不是叫刘彻吗？该撤为通，实际上这个快撤就是快通。 快，这是一个性，性也转。左传：“今有大夫快德，足下必将战胜而后略地，功德然后下城。臣妾以为过矣。诚听臣之计，可不攻而相成，不战而略地，川西而千里定，可乎？”啊！是故曰：“昔者，川西的西，以木简为书，长。” 尺二寸，用木木简木头片儿啊，在木头片上写书。这个木头片长一尺二寸，用征兆也。有机则加以鸟鱼叉之。所谓是疾吉也。到时候在这个木头片上再加上一个鸟的这个羽毛，那意思你要快飞，快啊。西，那是一个注音。五心君曰：何为也？策曰。 范阳令徐公，为此而谈。欲显天下祥，君若以为秦所之利，诛杀入千石城，则边地之城皆为金城，唐池不可攻也。今若及陈侯印以受范阳，使乘朱轮华衮，取此燕赵之交，即燕赵诚可。 吾战而相矣。吾信君悦善。”以车百乘，其二百，侯印、应虚公、燕赵闻之，不战以称下者三十余。这里边有一个繁体字，就是那个“计”啊。君若计，臣侯印以受范阳令；陈王既迁周章以亲政之乱，有清亲之意，不服设败博士。 孔夫见曰：“啊，下面是夫为象子顺之子，孔子八世孙，即迁仓书者也。古文经啊，和这个人有关啊。陈文兵法，不恃敌之不我攻，恃吾不可攻。君王恃敌而不自恃，若跌而不振，挥之无几也。”陈王曰：“寡人之君。” 先生无雷眼，没有听别人的劝告啊！周文兴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卒数十万，只系军焉。系啊，下面是辅助。石鼓月细水明，在今朝新丰东。今有细水移，细水本出蓝田，就是已经到了长安城的东边啊。苏林月。 系在新丰东南三十里，下面是系的注音。二世乃大惊，为群臣谋曰：“乃何？”少府张邯版表，这应该是《汉书》的百官公卿表，是少府。解释这个少府张邯，少府是一个官，少府清官，清朝的官。官三林持责之府，以及供养。啊，姓仆。 其人，相张子孙去一为张氏，就是张这个姓是从哪里来的？秦汉时期的少府管、啊、山林斥责的，它基本上属于皇室的财政。秦汉时期，国家财政的当时的官叫大农。啊，少府张汉月到一至重强，今发进县不及矣，就是说，所谓这个农民起义军已经到了跟前哈、啊，要是征发。 附近里的这县内的一些军队的话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骊山徒多，收骊山陵的星图很多。亲自星图，议论者，书作骊山，啊，被判了罪的人啊，到修骊山陵，请赦之。受兵以击之，而是乃大赦天下，使章邯免骊山图，任奴产子，悉发以己出军，大败之。 下边是互助，争议到了傅谦的观点。傅谦是东汉人，说解释这人奴产子，家人之产奴。唐代颜氏古说奴产子，由今人云家生奴。啊，冯仲说人奴一物，产子又一物。称赞曰、啊、人奴之产子，今天家客也。周文走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互助哈。啊 东汉傅谦的解释说：“人奴产子，家人之奴产，就是说当时呢，你比如说地主这些奴婢有的孩子。”颜师古说：“奴产子有金人运家生奴。”就唐代的时候啊，这种家里的奴婢甚至奴隶的孩子，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叫“家生奴”。中风啊，我没有查到。 中风这个解释吧是人奴产子，他认为是人啊和奴啊，人奴一物，产子又一物，就是人奴啊是一个事儿，产子又是一个人。中风的解释就是人奴以及产人奴的产子全都来抵抗楚军。啊，陈赞这是西晋时的人。啊，人奴之天子，有天家克也。西晋时期这个。 陈赞认为，这个人奴的东汉时期这个人奴之产子，就像西晋时期那个天家客，他这个解释啊，就有点佃奴的味道。什么是奴隶？什么是奴婢？什么是佃奴？什么是佃客？这些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啊，从这个互助争引的这些人的这解释来看，就是当时人奴以及人奴的产子，他的身份地位是有不同的理解的。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当时的屠夫、星徒和这个低级的、这个最下层的老百姓被武装起来，来抗击这个楚军啊。张耳陈于至邯郸，闻周章却，又闻主将为陈王寻敌患者，多以忏悔得罪诸，乃率无信君令自王八月。 五勋君自立为赵王，啊，你看，这个陈胜啊是啊打出兴，陈胜王，是以打的楚国的旗号。这个五勋君呢，现在开始打赵国的旗号，以陈馀为大将军，说板板固的北关功程表，前后左右将军，啊，周末关，西周末人员的关，应该是东周了。秦朝引魏魏之，为上卿，位置很高。 汉大将军啊，比三公啊，就是大将军，解释个大将军，他的位置是很高的啊，相当于三公。张耳为右丞相，少骚为左丞相。使人报陈王，报陈胜。陈王大怒，欲尽诛五信君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诸国防军监曰，秦魏王而诛五信君等家。 此生以秦也，不如隐而和之，使计引兵袭击秦。哎，陈胜听进去了这个意见，陈王然之，从其计。西系五信军登家宫中，还是做了些呃能够牵制五信军的工作啊。封张耳的子敖张敖为成都君。 使使者贺赵，令卒发兵西入关。张耳陈于遂召王曰：“王王赵，非楚义。”王王赵这个上王应该是指的王王赵第一个王，如此啊。下王馀况反下边那个王，这个读音叫是馀况反啊。 特以祭贺王，出以灭秦，比加兵于赵。他们的心眼还是挺多的啊！愿王勿西兵啊，北巡燕代，往北发展，而、呃、不是往西击击秦啊，往北发展。南守河内一字广。下面是互助燕涿郡以北之地，代长山以北之地。河内本魏地，实属河东郡。 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；不胜秦，必重赵。赵称秦楚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你看这些人啊，当时各有各的算盘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惜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嗯，张燕略上党。 下面有一个互助，就是解释这个“燕”这个字很难读啊，不，那很麻烦。所以“燕”是五点翻啊，又雨燕翻有两种读音啊。